周年庆。对啊，恶魔太凶了，就是2009年的。哇！啊 ，no！ 啊？什么？几年？哎、2005年。这样很多人都流下眼泪。嗯，我也是。说现在2018了吗？2005年，你说我几岁啊？你一定要这样吗？13。13？可是我有看哦。好看吗？没什么印象，你也知道。呵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不醉不罢休。为什么要唱这种？现在都在唱这个了。这都已经过时了，不要这样，你换一个新的梗。这样对。啊，来暧昧一下。该放弃，连拥抱都
现象，就是偶像剧好像都是就是有点芭蜡，偶像剧嘛，对啊，对，就是会一直 repeat。对，我刚才都心里想说你有完没完啊，没有了，我开始一直唱一样，开玩笑的。但没办法，偶像剧的歌就是这样，但大家也是听得很爽，就是主副主副这样，主歌副歌。好，对，如果今天有在摄影师 Landmark 帮我们就是录影或什么的，如果你们要上传到 Instagram， 可以 tag 一下摄影师 Landmark 的地标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直接这里有表演，然后我们也衷心感谢您。这是一个百货公司的，重点是因为我们也想知道我们在你们的手机里面长什么样子，长什么样子。你可以现在立刻挑一个路人来，诸位，没有。哎，前面这个小朋友，对，前面小朋友，记得上传到摄影师 Landmark， 对，看你年纪轻轻有为，对，应该18岁而已。17可能是不能喝酒哦。对啊，你应该要去旁边买果汁。太闹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再等一下，然后在地标里面应该可以找到我们两个的 Instagram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追踪一下，我们在上面时不时会有一些自己的点一下这样，演出或是歌曲 cover 都有。